相隔五年之后又再度来到天池。一二，倒影真美。Yes， 哇，好厉害哦！谢谢。现在我要来走这个天池的左三圈、右三圈，然后许愿，感受它的灵气。哇，真漂亮！蒋公行馆。走这个很快，因为这池子不大，小小的。好新鲜的空气，深呼吸。好，我已经走左边第一圈了。来了，是呀，是呀，是呀。丢高、好，左边第二圈完成。我第一遍来吼。好，左边第三圈完成，向后转。右边第一圈完成。
这有阳光，没关系，有阳光在。右边第二圈完成，最后圈哦，走完我要许愿了。右边第三圈完成，我走完左三圈右三圈了。对，现在我许愿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，能赶快再带大家去日本玩，赶快飞出国，然后身体健康赚大钱，让我在旅游业界可以大放异彩。最后呢，我要在这个拍摄点拍摄天池的倒影，以及这个达官亭，也是以前蒋公的行馆。哦，好喘啊！这是这个角度可以拍摄到水中倒影跟达官亭。超美的啊！天池，福寿山农场的天池。好，以上。